왜 이렇게 찜찜하지? 신경 과민인가? 在上一季坏事做尽，韩星金素妍被婆妈观众骂爆，但观众越骂她的人气越旺。第二季首集开播，她继续把上流社会的人性欲望发挥到极致。좋아보이네이렇게보니너무낯선데얼마만이지演唱会现场遇到前夫，本来是水火不容的两人，突然又互有好感，不伦外遇情节重新上演。천서진은정말안타까울정도로모든걸다가져야만속이시원한그런여잔데저김소연은지금욕망이하나밖에없습니다우리펜트하우스2가 네많은사랑을받았습니다开播前记者会，原班人马戴上口罩来宣传，而之前死里逃生的柳甄也将化身复仇女。큰일을겪었잖아요죽을뻔한것도있고하니까이게속으로진짜뭔가굉장히뭔가단단한게하나생겨서시즌2에서는저야말로조금더주도면밀하고조금더이제계획적으로움직이는모습이좀보여질것같아요柳甄和金素妍互尬演技，他们在演艺圈都有二十年资历，有节目挖出两人首次同台画面。SNS 여러분，当时金素妍穿着晚礼服主持，而柳甄则是绑着招牌双马尾。让人吃惊的是，两人只差一岁，但当时站在一起差了半个头，被网友亏好像小孩跟大人。东森新闻月中心综合报道。